大家好，我是月光老师。接下来跟大家预报7月25号、26号以及27号礼拜六、礼拜天跟礼拜一各星座的运势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天蝎座，职场的部分呢能够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出色，然后主管同事都非常重视你。第二个呢是巨蟹座，恋爱的运气啊特别旺，投资的部分呢也很顺心。第三个呢是射手座，会有贵人浮现哦，不管你要做什么都会有人帮忙你，工作的部分呢也很顺心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，第一个是狮子座，恋爱的部分呢有一点点停顿哦，而且呢你也要注意会有破财的可能。第二个呢是双鱼座，你的主管呢会对你很严格哦，小心不要丢三落四，要仔细的去应付。在新颜色以及数字的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蓝色，数字是3；火象星座朋友呢是绿色，数字是2；水象星座朋友是白色，数字是4；土象星座朋友是金色，数字是9。